你们要记得输的感觉是什么，把它记在脑海里面。何球、篮球，这些都是非常需要跑位观念的。我们要发泄我们的理想。我们练习练那么多是为了什么？拜托，积极一点。比赛是这样打的吗？不要自己失误嘛。比较强，很明显。哇！